最近他待在我店里的时间越来越久，不过还好我并不讨厌他，我甚至很喜欢观察他。他在灯下专注地翻着碟片封面的神情，他的睫毛投下的淡淡的阴影，他脸上偶尔蹦出的青春痘，他的年轻令我惶恐。哈，这一带入夜了可不太平呢，你一个人太晚回家不太好吧？我一个堂堂男子汉怎么会害怕走夜路呢？男子汉男子汉，回家去吧。在他翻封面的时候，偶尔我会猜测他之所以会泡在这里的种种可能。我想这与我的小店并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这间小店对他不会有太多的吸引力，所以我会往别的地方去猜。比如说最近学校可能放假了，所以他可以有很多时间消磨。又比如他的父母可能每天都在吵架，于是到我这里来逃避。我并不认识这个老板，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。我办会员卡的时候带来的那张身份证是借来的，本以为这是一个很容易戳破的谎言，以为他会拒绝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没有揭穿我。他身上有着无数的可能性。他还是坐在那高脚凳上，一页一页地翻着 DVD 封套本，偶尔在旁边的便条本上写点什么，然后又继续翻下去。我乐得坐在柜台后面，不动声色地欣赏他。他脸上的轮廓被灯光打磨得异常的柔和，光洁的额，斜飞的眉，低垂的眼帘，小巧的鼻尖上似乎在闪着光。我可以感觉到他透过来的目光，他面对着我，柜台后的轮廓在灯光下的淡淡前影。我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气息，免得自己因为长久窒息而死去，努力把心思压在一页一页的封面里，寻找着自己想要寻找的东西。麻烦你。啊，就这四张。好，麻烦你自己写一下。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很好，字很漂亮。我有些心虚，事实上那些字我根本看不清楚，他们在我眼里就像是蓝白交错的一线天空。他垂着头，
似乎有些失望。我的字并不漂亮，也许他是在客套吧。我把笔还给他，两个人的指尖轻轻碰触，然后又分开。我几乎被什么瞬间击倒。他不再说话，默默地把那四张碟片放到了书包的夹层里，自己推门出去了。昏黄的街灯下，他的背影如秋天的蜻蜓般淡薄。我紧紧地握着那支笔，那上面还有他留着的体温。还没收到。怎么，等不及要接手了吗？明天开始，这家店才是你的。谁跟你开玩笑？你明天不是要去住院吗？我开车送你去吧。好，有人陪着总好过一个人。啊，还有一件事。嗯？以后如果有客人问起我，就说我出门远行了，不会再回来。他会不会问起我？别这样，你当然会回来。早点睡。好。可为什么要睡呢？从此以后，我不会缺少睡眠。想真正看看他写的字，看看字也是好的。他写的那么漂亮整齐，那四部电影的名字整齐地排在一起，头一个字正好组成一句话。我喜欢你。其实很简单，其实很自然，两个人的爱有两分担，其实并不难，是你太悲观，隔着一道墙不跟谁分享，不想让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那也可能是我们的。爱
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那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。我想你是爱我的，我猜你也舍不得，但是怎么说，总觉得我们之间留了太多空白格。也许你不是我的，爱你却又该割舍，分开或许是选择，但那也可能。我一个堂堂的汉子，怎么会害怕走一步一步呢？男子汉男子汉，回家去吧。